what is the 20 Chinese dishes that are popular in America but Chinese don't eat? Oh, 蛋卷. 这是日本菜啊? Come on, I mean this 不是都是一样的东西吗?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 今天我问了 ChatGPT 一个问题。 我问他, what is the 20 Chinese dishes that are popular in America but Chinese don't eat? 他就给了我这些答案。 一共有20道菜, 因为我是一个100%的中国人,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真的？来吧，第一道菜，左宗棠鸡。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道菜。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鸡是油炸的，酱是甜的，比较浓稠的。 看起来很好吃，但是如果我在餐厅看到这道菜，我可能会以为它是一道韩国的菜。第二个，橙子鸡。等一下，这个鸡不是跟上一个差不多吗？ 它都是油炸的啊，都是 酸酸甜甜的酱呀，我不懂，感觉这个橙子鸡会比较酸一点，然后可能带一点橙子的香味吧，但是我也没有吃过，你们有吃过的人可以告诉我味道怎么样，而且我也没有听说过这道菜。 Thank you, ChatGPT. 第三个菜，杂碎。哦，这就是混合蔬菜嘛，就是有不同的蔬菜然后炒在一起。这个菜看起来挺中式的，我觉得，但是我在中国其实很少吃到这个菜。 因为在中国，一般我们不会把所有种类的菜炒在一起，一般一种菜就是一种菜，比如说西兰花，可能就只有西兰花，然后可能再加一个另外的什么东西，但不会把5、6种蔬菜全都炒在一起。这个其实也算是挺少见的。 所以 ChatGPT 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的。第四个，幸运饼干，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吧？这个真的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幸运饼干这个东西。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直到我大概25、6岁的时候，我在国外，吃中餐的时候，他们给我这个饼干，我才知道哦，好吧，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的。 因为他们里面会放小纸条，对我来说就很有意思，但是不好吃，我觉得。第五个菜，炸蟹脚。嗯，怎么这么多炸的东西？好吧，这个也不是中国菜，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哦。 它是炸云吞，OK， 我们是有炸云吞，但是我们一般不说是炸蟹脚，没有。<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呀？Cream cheese，哦，里面有 cream cheese。I mean，中国人不吃 cream cheese。Cream cheese，你问中国人什么是 cream cheese，they would be like yeah，so no comment 第六个。牛肉炒西兰花，这个菜在中国还蛮常见的，但是这个比较像是广东菜，因为我是广东人，我还蛮经常吃这个菜的，我的家人有时候也会做这个菜。其实以前移民。去别的国家的中国人很多都是中国南方或者广东沿海地带的人，所以他们会带了一些广东或者是粤式的菜到外面去，所以，我觉得 make sense。对，这个菜是中国菜。只是说它比较地方性，它可能只是广东人比较爱吃的菜。如果你去四川或者其他的，可能这个菜就不常见。毕竟中国很大。第七个啦，蛋卷。蛋卷。我只吃过那种零食的蛋卷，我没有吃过这种。那看起来像春卷呀，里面是白菜、猪肉和其他的食材。我觉得这个不是中国菜。其实中国菜没有这么多油炸的，但是感觉。美式中餐里面油炸的菜还蛮多的。Anyway，这个蛋卷没听过，没吃过。第八个，sweet and sour chicken or pork。OK，我猜这个应该是咕噜肉或者酸甜排骨。在广东，这个菜非常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叫它酸甜排骨或者酸甜骨。一般，小孩特别喜欢吃，因为它酸酸甜甜的，里面还有菠萝。我吃的版本里面通常会有菠萝。还有一些彩椒，就跟这个图片一样的，然后它也是油炸的，一般不会是鸡肉，我们一般做的是猪肉，可能会带一点点骨头，这个非常好吃，非常下饭，我很爱吃这个。好吧，这个菜，ChatGPT，you are wrong，这个菜非常常见。但是也是地区性的，所以它是广东这边的菜。木须 pork，木须肉，没听过。我看看这是什么？猪肉和蔬菜？什么？Serve with thin pancakes，但是看起来很好吃，就不像。之前的那些，左宗棠鸡和橙子鸡那么油腻，这个菜看起来蛮健康的，我会想要试一下这个菜，没吃过。第十个，lo mein，come on，this is Cantonese，捞面，I mean this，这是广东菜啊。这个在广东很常见。一般如果你们去吃宵夜或者早餐，都会有这道菜。
非常非常的常见。所以 ChatGPT, you are wrong again.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ll share video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every week. So don't forget to hit the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 so you don't miss other interesting topics. Oh, and the second part is coming soon. So see you next time.